早是吼，大家拢无这个鱼肉，嘛无这么油。即摆尽量爱食较清淡，食较清淡的，你若伤清淡，无人食啊。所以咱就爱做一撮酱汁来配合人家的口味。好处就是讲，人较会挖来要食咱的寿司。最主要是跟咱讲，咱寿司嘛是有一个风味安尼，食了人较介意食安尼啦。这个酱汁吼，我较早吼，改个老师傅吼，伊是叫我学啦。我拢会头昏头摇，我著加切菜，啊，目睭拢加透明，啊，拢甲看，啊，甲学起来安尼。这酱汁吼，这得来不易吼，我很喜欢说大家都来学习。当然，我们我一定讲，我别讲坑薄，讲不爱讲。它是比较有一个果香味。我那边做五味酱，哎呀，师姐，大概就来问，啊，我来讲啊，恁特别来写，安尼恁才永远记在心里。哦，咱这辣椒真香，我掺了这，因为这辣椒这款的辣椒真香。哦，咱适量。这大大弟弟的人较无人爱做，咱都爱捡来做。大角色、小角色拢同款啦，啊，必须爱有人来承担，有人来做。啊，我拢想讲，上人拢定来讲，我们要缩小自己，缩小自己。咱若讲啊，这安怎安怎？咱爱感恩伊，人伊有照是甲咱讲，好食歹食，人甲咱讲，啊，咱就爱家己搁换一个方式。我就开始家己搁做看卖安尼，搁来改变看别款的，看较会较好食无？煮食就是要甲人结好缘，人讲处处结好缘吼，咱后摆处行路会愈来愈快。